又是一个雪后的黄昏，我们坐在雪地上，远处是音乐的狂欢，飞扬的雪花也歌唱。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，悠扬的铃声暖洋洋，小雨声声渐渐离岸，心就像雪景里桃源。叮当叮叮当，铃儿它不再响，这一年的冬天带给了我疼痛的灼伤。叮当叮叮当，铃儿也去远方，剩下我一个人来承担雨水打湿了衣裳。又是一个雪后的黄昏，我们坐在雪上，远处是音乐的狂欢，飞扬的雪花也歌唱。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，悠扬的铃声暖洋洋，小雨声声轻轻地好，心就像雪景里透亮。找谁呀？啊，好，华宇，电话找你。哎，你刚才怎么跟人家老板说话呢？咱不想卖豆腐给人家吗？我就跟他讲讲道理嘛，没说别的。行行，接吧接。喂，大嫂。啊，小华呀，刚才我大哥来电话了，吓了我一跳。他都没打我手机，直接打到学校的传达室的。他怎么说？他说9点钟还来电话。那你怎么说的？我说我不管。他要是再打电话来的话，你让他打到我这里来。对，就是我上次给你留的电话号码，素贞姐那个杂货铺的电话号码。好，好，那好，那就这样啊。冯楠他有消息了，真的。刚才是那个冯楠妹妹打来的电话，我让她一会儿打电话打到你这里来。好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我介意什么呀？我介意。一般人遇到这种事情，都怕受到连累嘛。哎呦，咱们姐俩谁跟谁呀？你别想那么多，说没说几点呢？说9点钟左右，这不快了吗？快等着等着，来。喂，打错了。哪儿啊？找婚纱摄影的。这不捣乱吗？这个，气死我！你大哥还说什么吗？就这些啊，然后他就挂了。那你手机上显示的是什么地方的号码啊？我看了，是乱码。你说这个案子？喂。啊，找素贞姐，素姐，你的电话。喂，谁呀？啊，哎，你快点说，你快点说。哎呀，你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，你别给我啰嗦了啊！挂了挂了。你看看，还影响你生意。
喂，袁素贞不在，进货去了，一个小时以后你打来吧啊。好，就这样。你烦不烦人？平时没这么多电话，这会儿全来了，什么事儿啊？哎呦，我哪那么多钱呢？我。哎，老杨，你说咱也不懂这续签到底是怎么个续签法呀？这万一要是……万一什么呀？你是怀疑阿南欺骗咱们呢？爸妈，我觉得咱家没有一点亲人的味道，父子母子，这个怀疑那个，那个又要挟这个的，我真为这个家感到羞耻。羞耻？羞耻里也有你一份，好像你不是一家成员似的。迟早我会离开的，你最好你现在就离开，走就走。嘿，你看你说话老是这么冲，你呀，小霍，哎，大姐，我打个电话。哎，小伙子，你去隔壁打吧啊。你让不让打？这位大姐等个长途。我可是打香港长途啊，有钱你不赚？哎呀，有钱我当然想赚了，不过咱们也有个先来后到啊。对不起，小伙子，隔壁打去啊，谢谢啊。对不起，谢谢啊。哎呦，给我接，快点！喂，是我，我在听。冯楠，你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？你到底还打算不打算回来了？你就不管我跟巧巧了？巧巧还那么小，家里的房子也被没收了。我劝你还是回来自首吧。你自己捅了娄子，想躲是躲不过去的。你让我们怎么办呀？要我看呀，犯了错误就要付出代价。你不要跟我这么大声喊。你他妈算个站着撒尿的男人吗？你妈的，你一个人出了事儿，你扔下老婆孩子不管了，你是人吗？你不会做人。我怎么着？我是你大奶奶袁素贞，怎么着？王八蛋，他把电话挂了，我他妈要见着他呀，我非要砍了不可。你看你说走就走啊？那你去哪儿啊？我回学校宿舍。妈呀，他最近心里烦，你何必跟他计较呢？他心烦就可以跟我发脾气啊？他就是不喜欢我，每次都看我不顺眼，还让我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大。那有什么不好啊？我还庆幸爷爷奶奶把你带大了呢。你看你大哥二哥，让你妈惯成什么样的了？哼！我不管，我就是要走，我可受不了他。小花。你知道老爸最喜欢你，最疼你，你也应该替老爸想想吧。你要是走了，老爸该感到多孤独啊，是不是？啊？哼！哎，这是什么呀？驴。嘿，驴驴驴，你这个驴脾气，哼！哎呀，倔起来啊，没边没样了。哼！我跟你说啊，听爸的话。不许走！爷爷爷，多加点肥的，多加点肥的。哎呀，小袁不爱吃肉，你还更肥肉更爱吃。肥肉香，肥肉香，肥肉香。你说肥肉香，你爱吃，人家孩子不爱吃，不爱吃肉啊，这肥肉。好，行，一边，我不管了。你看看老伴儿，哎呀，老伴儿啊，你咋又生气了呢？啊，我没生气，哎，我心烦呐，啥也帮不上你。看你，你再这么说我都生气了。你看我这精神神的，啊，身强力壮的，
你那时没病的时候，我没让你干啥，都是我干的，啊？哎，有个人帮着你，你不就是省点心吗？是，解脱解脱呀。明白，我老伴心疼我，爱我，是不是？嗯，我知道。我去了啊。哎，我是帮你推屋去呢，还是在这儿啊？哎，就在这儿，这儿凉快。那行。那我快去快回啊啊！好，快去快回。嗯，你就那个，想我的时候吧，你就在这做点美梦，想想啊，做点美梦啊，你就眯着吧啊，我走了啊。哟，花云，哎妈，怎么了？啊，坐下。哎呀，不是让你别再送饭了吗？怎么又送来了？哎呀，可好了，汤汤水水的，还有炖茄子呢。怎么的？这下班了？我把摊儿已经收了，我想到我大姐那儿去。干啥去？嗯，有点事儿。妈，走吧。啥事儿啊？哎呀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冯楠他来电话了。冯楠打电话了。冯楠来电话了。说啥了？从美国来的。怎么说的？说他现在也不打算回来，让我带着巧巧到他们家去要生活费。妈。我说着了吧，冯楠他妈呀，真是花了冯楠不少钱。也是，真的。这事儿我也问过冯楠，他就一口咬死，说是他父母开那个药店整的。哎呀，你咋那么天真呢？啊，那家一个小破药店一年能挣多少钱呢？是，除非有假。所以我就想啊，过来跟你们商量一下，看看怎么去要那钱。好办呢，一哭二闹三上吊。绝对好使，你可别出那馊主意。什么？我出啥馊主意？要我跟他去，姐跟你去。对，还让姐陪着我去。不行不行，他要去事儿就闹大了。我跟你说，还是你自己去是吧？你去要不行，完了之后咱们再研究研究看怎么去。孩子，你得听妈的话吧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钱在人家手里，你是跟人家要钱呢。妈说对，人说给你就给你，人家说不给，我没有钱，我没有。你说你有啥办法啊？咱还得好说好商量，是吧？咱把一五一十，我跟你说，该是冯楠怎么来电话，怎么说的，完了之后，咱们都跟他说说，啊，知道，嗯，完了之后看他的意思，他的意思要是不行的话，你再回来找你姐，咱们再商量，嗯，好，你先去，不行我再去。那个妈，明天我那豆腐房就要出摊了。所以我现在得赶紧回去拾掇拾掇啊！我去接巧巧吧，你这么忙啊？不用不用，给我接。我去接巧巧。你呀，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，你好好给我休息休息。你都给巧巧对象，是巧巧买的啊？不是不是我买的，是我买的。是给巧巧买的吗？是我买。我你这么轻说呀？这轻说你买，这你买，这我留着，那我去接孩子去，行不行啊？嗯。妈，你慢点走。妈，我去接巧巧就行了。不用不用。到底带了多少钱啊？我们还能花多久？这你不用操心，我已经给我妈说了，她会寄钱来的。那万一不寄呢？他们住的房子都是我给她买的，她能不寄吗？什么？房子都你给买的？那得花多少钱啊？好你个冯楠，我跟着你成天过违法逃亡、提心吊胆的日子，你倒好。居然还给他们买了房子，你是不是人啊？能不能小声一点？你个骗子，骗子！哎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说啊！我听。莹莹，你大爷！你听我跟你说嘛，莹莹，莹莹，宝贝儿，房子是我买的，但是我和我妈是有言在先的。不想听，不想听，我不听。莹莹，我爱你，知道吧？你爱我，你还在骗我，我真傻呀！跟上你过这种逃亡的日子，就算警察逮不着，我吓也得吓死。莹莹，你小声点。你小声点，那隔墙有耳。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豁出去了。不就是一套房子吗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房子是我买的，我是跟我妈签有合同的。
就怕有今天，所以才买在了他们的名下。那就是说，这房子还是你的？那当然。哎呀，我的莹莹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爱两样东西，你和钱，钱和你，知道吗？哎，恭喜你啊，开张了！副管理啊，真得好好谢谢你，要没有你啊，我这豆腐摊还支不起来呢。是吧？对，谢谢你。哎，不客气不客气，好好干啊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小李，恭喜恭喜！哎，小李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真漂亮！大姐，这得花多少钱呢？是我买的，是我那几个好朋友买的。哎，二姐，我还给你准备了。这市场可不让放炮啊，罚款、啊！白买了，那咱回家放去，咱回家放。对呀、啊，放，放里边来。好，这么漂亮花。来，好。花园，林老板送的，诚信。林老板这人可真是太好了，还想着你开店呢，送来这么好的匾，诚信好。哎，我们林老板可说了，只要你能做到诚信二字，以后我们酒店用的豆腐你就全包了。哎呦，花园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没问题。哎，请你一定转告一下林老板，说我啊非常感谢他，非常感谢他。收到。非常感谢。漂亮，有点歪了。花园，好啊，原来在这开店，好，我非把你当稀巴烂不可。我让你开心，我让你高兴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花园，花园，花园，还能那么惨？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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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他老公把我家害得很惨，我就不能问他的家怎么样吗？哎，开心，好好开心，大姐，太过了，说呀，干什么？给我讲，你说干什么？他们打架，打架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谁打？别打，别打，打电话报警。柏糖啊，哎妈，哎是我，什么事儿？我跟你说，咱们家出了点事儿。什么？出事儿了？是你赶快回来吧。赶快回来啊！师傅，麻烦你快一点。哦，你回来前开车慢点，听见没有？好好好，哎，我知道知道知道。听妈放慢点，开车啊。好了。怎么停了？真对不起，家里出点急事儿。哎，这么着，你再换辆车，车钱我也不要了。哪有这样的事情啊？谢谢啊。大爷吃几次？哎哎，娇娇乖乖，哎，姥姥呢？我要去厨房去做菜去了。哦，瞧呀，快去快去厨房看看看看姥姥怎么了，快快快快！姥姥，姥姥！啊？老爷问你怎么了？啊，你告诉老爷，你就说姥姥做菜不小心把盆弄掉地下了啊。哎，去吧，去告诉老爷去。妈，回来了。妈，来。
坐下。小挺呢？啊，小挺呢？妈，我说你别着急啊。啊，小挺被那个派出所的人扣下了。扣下了？他是不是跟人动手了？妈妈，您别急，一会儿我再去一趟看看啊。怎么的了？啊？哎呀，跟那个疯婆子打仗，吵得累死了。静茹，上医院吧。不用去，我就是累。累什么呀？妈，我姐她怀孕了。怀孕了，妈！怀孕你去干啥去？你看，哎呀，没事，快进屋，快进屋。妈，我来，我来。进屋，进屋，进屋，慢点，进去，慢慢，慢慢。来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听着，你们上小挺这屋啊，别让你爸爸看出来你们那个样，听着没有？知道。姐，你真的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累了。躺着。哎，哎呀，波涛，你别给我整了，你赶紧再去一趟吧。我知道，知道。小铁头在哪儿呢？说的没事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没事，妈。妈，那我就再去一趟派出所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哎，盖好啊。哎，姐，来喝点水。放这一会儿。那我走了，你好好睡吧啊。行。那我跟姐夫一块儿过去吧。去吧去吧，行。妈，你别着急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姥姥，妈醒了。妈，咋样啊？伤口掉好多了。啊，他们几个还没回来呀，爸？可不是这么的，去了这么久了还没回来，真气死了！姥姥，妈妈和姨父回来了。啊，爸，小挺呢？回来了。小挺呢？嗯，妈，你别着急，小挺不会关很长时间的。啊，就是。关一关好，也让他受受教育，这样以后做事就知道个轻重了。对，你爸说的对，是该受受教育。来来，都坐下，都坐下，说，坐坐下，坐下。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儿，睡会儿觉好多了，不要紧。慢点。嗯，没事。动手。都动手，都动手。哎。下次带我去啊，看看谁来了。哎，你新换的那种减肥药效果怎么样？大嫂，哎，爷爷奶奶好。啊，孙子来了，小小来了。哎，小鱼，你们先坐啊。一万，哎，红了，清一色一条龙。哎呀，怎么样，大妈？好好好。哎，给钱给钱，给。这老天爷呀，可真不公平。大嫂来了，开药店吗？小丽，不管。这打麻将也老让你占上风，怎么样？哎呦，你算了吧，这才是老天有眼呐！你们做生意挣大钱，我们也只是娱乐娱乐嘛。哥哥，我饿，你饿不饿？我也饿。奶奶，我们饿了。哎，乔乔叫你那个，咱们该吃饭了吧？哎，啊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那我也该回去了。哎呀，小大姐在这吃饭不？今天我孙子回来，我必须得回去。哎呀，饿了谁也不能饿。好，那我就走了啊。哎，小大姐，钱多少？不拿了吧，劳动所得，你劳动所得拿着。那我就客气了。哎呀，行行行，那你们再吧。妈，你这什么技术问题？阿姨，你走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走来啊。过来玩，小姨。行，别送了，别送了。好去。哎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哎。妈，咱不是成了集体给他送钱了吗？我是故意输的。那我是真输了。你说你们俩一点礼貌都没有，人家还有用着呢。小红，开饭。走，大嫂，咱吃饭。我们不是来吃饭的。哎，小云，一块吃饭吧。今天正好给贝贝啊过生日啊。就是啊，大嫂，走。
就是嘛，大嫂，咱妯娌俩也好久没见了，这小华还一直说让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呢，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我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卖豆腐。卖豆腐？哎呦，亏你能想得出来。二嫂，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啊。我没说什么呀，我是佩服大嫂。老冯啊，你们家祖祖辈辈还没出过卖豆腐的吧？妈，你要是嫌丢人，你给大嫂找个好工作呀。哎，小华，看你这话说的，你以为找份工作那么容易啊？吹气儿啊？谁说嫌丢人了？谁说了啊？自食其力挺好的嘛。小红，开饭了。来，贝贝，巧巧，给姑姑洗手去。妈，能占用你一点时间吗？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快快快快！哦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阿南来电话了。说什么？他让我来找你要钱，要巧巧的抚养费。笑话，管我要钱，我哪有钱呢？他说他把钱存到你这儿了。他放屁！他，简直胡说八道！妈，你没必要这么大声说话。反正我已经想好了，今天我要是不拿到巧巧的抚养费，我就不走。乔，跟姑姑在那边玩。好，走走走。好不好玩啊，多多？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哼，赖上了还。我今天心情本来挺好的，你是不是给我添堵吗？你妈，你好歹也是当过领导的人，说话不能够不讲道理啊。拉倒吧，你可少跟我来这一套。不管怎么说，巧巧也姓冯啊，她是你们冯家的后代。贝贝也是我们冯家的后代，要我们抚养了吗？那贝贝不是有爸爸有妈妈吗？巧巧没有啊？啊？那您儿子现在不是不见了？他爸不见了，不是有你吗？你不是他妈吗？我现在不是没有工作吗？你不刚才还说你找着工作了吗？你不卖豆腐吗？后悔了啊？妈，我说不过你，反正是你儿子让我过来找你的。哎呀，今天我心情本来挺好的，你说你这一来不给我添堵吗？你是不是诚心啊？哇哇哇哇！你不是不在这吃饭吗？是不是？你赶快带孩子走啊！你别在这儿给我添乱，我这心里堵得慌。我那小丽，冯安，快点把他给送走。哎呀，别在这堵得慌。反正我今天不拿到钱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哎，老杨，好像你手机响啊。不接不接，讨厌死了。你看，这是奶奶买给我的生日礼物。哎，瞧，这个给你玩啊。姑姑，我过生日时候，奶奶都没给我送个礼物。来，我拿什么给你？我没有钱啊！他说放在这儿就放在这儿，我没钱，我拿什么给你？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呀、啊、你？哦，哦，好好好，没问题。哎，妈，说有一笔生意找你谈。乔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姑姑，我要找妈妈。起来。妈妈。
给我，来给我，轻点，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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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走了，走走走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哎呀，这怎么会这样呢？大夫要紧吗？大夫，我女儿情况怎么样啊？这病很严重，我们正在抢救。大夫，求求你一定要把我女儿救好，我求求你了，大夫。哎、小沈，小沈，先出去啊！你在抢救。大夫，我求求你了。抢救，谢谢你，拜托你们啊。大夫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。什么？我女儿怎么了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孩子的命是保住了，但是
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呀？现在孩子处于深度昏迷，还很危险，你们还是要有点心理准备。不是大夫，你可救好我的孩子，啊，我给你跪下。哎呦，大妈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您放心，我会尽力的啊，大夫，可一定救好我的孩子。这样吧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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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妈坐下。妈，妈，别退，妈，哭没用的，妈，行了，妈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也太不小心了，你有什么气也不能冲着孩子发吗？我怎么冲孩子发了？要不他怎么能从楼梯上滚下来？你放屁！我那是故意的吗？啊，我神经病啊！我把自己亲生孙女我从楼梯推下来，我没说你是故意的，但你是不是应该去医院看看巧巧？贝贝。来，管他们啊，管你的啊。那华云的姐姐和弟弟那多厉害呀！我去了还不把我给吃了？我敢去吗？我，既然你不是故意的，你有什么不敢去的？事情已经出了，你总得面对啊。小花，妈说的也有道理。再说了，我不是已经替妈去看过了吗？二嫂，这么说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什么叫你替妈去看过了？你是巧巧的婶婶，你应该去。哎，妈，您看看，您看看，你这女儿怎么说话的？这还冲我来了！别理他，别理他，他不姓冯，他姓华。小华，你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我有什么问题？二哥，我告诉你，是你们有问题。我们有什么问题？那转角当初送去院的时候，那是不是我给送去的？怎么，在咱家出的事儿，你是巧巧的叔叔，你不应该送啊？难道还要给你表彰是吗？小花，你说你怎么跟疯狗一样？你才疯狗呢！你见谁咬谁啊！我咬你了吗？我咬你了吗？有你这么个……哎呀，你们怎么到一块就吵的啊？这还像兄妹俩吗？小花，不许这么跟二哥讲话！哎，爸，你听听嘛，本来就是他们不对。你我们怎么不对了？冯安，咱们回家。小丽，别生气啊！回家！贝贝，走！哎呀，我还就不相信了，在这受你这个气！哎呀，别生气啊，小丽，这好了。妈呀！你这当哥哥的让着点妹妹啊！听见没有？啊，爸，听到了。是的，啊，小丽，哎，给贝贝买点好吃的啊！对，给贝贝买点好吃的去。爸，不必了，我们又不是来要饭的。那什么，贝贝，来拿着，让妈妈给你买好吃的啊。谢谢爷爷。哎，对，让爷爷给那个也钱啊，让妈妈给买点好吃的。谢谢爷爷。走。啊，谢爷爷。哎，好。那爸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没事少喝点酒。哎，啊，爸，你放心吧，我走了啊。哎，爸，你回去吧。啊。请您签字吧。病危通知书。大夫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女儿！我女儿这么小，才五岁。你起来，起来，来，你今年好吗？来，今年好吗？来，救救我女儿！你起来，起来。一定要救我女儿！听我讲。
啊，一定要救我女儿。你要知道，孩子受伤的部位是后脑，不仅脑内出血，颅整体骨折，最重要的是孩子的颅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们会尽全力的，但是呢，这也需要你们家人的配合。如果孩子在三个月之内恢复不了意识的话，那就会成为植物人了。植物人。天哪！老了叫，悄悄，悄悄，老了叫你啊，嗯。怎么样了？云娜，医生怎么说的？王大夫说他会尽力的。就那么远，就。